小嘉宾，演员陈松林，有请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也是歌手陈松林。在我刚刚出道的时候呢，演唱过很多动画片的主题曲，但是在那个时候的动画片和如今国产的动画片差别很大了。随着国家的强大还有科技的发展，国产的动画片已经走进了制作精良，能够很好的发挥中国特色的阶段。中国动画片从潮起到崛起，离不开千千万万中国动画人的努力，你们很棒，加油。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的 VCR 来介绍这一项荣誉的入围名单，大家看大屏幕。最受传媒关注动画片，讲呢，大家猜猜看。第十八届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最受传媒关注动画片是《新神榜：哪吒重生》。祝贺《新神榜：哪吒重生》！相信我们的片方代表啊，他们的主创肯定会非常想来听一听来自评委会的荣誉词和建言词。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，和江苏卫视副总编兼节目中心主任王希为他颁发荣誉，有请。好，我们请三位一起合影留念。谢谢，谢谢陈松林，也谢谢王总，两位请就坐。谢谢颁发荣誉的嘉宾，来为我们发表一下此时此刻的感言和心情。首先我要感谢组委会邀请。